股稀释是股票持有者凭票定期从股份企业领取一定的盈利额。股息不同于利息，利息是货币的价格，由于敢让资本的使用权而得到的补偿，是由债权债务关系引起的。股份企业通常在年终结算后，根据经营状况、盈利多寡，将一部分盈利分作股息，发派给持股人。股息分配的标准是以投资人持有的股票票面资本额做依据的。有限股的股息是按固定的股息率优先领取的，它是固定的，不以企业利润多寡而增减。普通股的股息则是在支付了优先股股东的股息之后，再根据所剩下的利润额来确定和分派，它是不固定的。在企业经营状况好、盈利较多时，普通股股东得到的股息就比较高，反之则比较低，甚至得不到。普通股股东所得到的超过股息部分的利润称为红利。股份企业在支付优先股股息之后，企业利润上有余额付给普通股股息，若还有一定的盈余，可把其中部分再分派给持有普通股的股东。分派这部分盈余的过程叫企业分红，持普通股的股东所分得的这部分利润就称为红利。普通股股东所得红利没有固定数额，企业分派给股东多少红利，取决于企业年度经营状况的好坏和企业今后经营发展战略决策的总体安排。在美国，大多数公司发放现金红利数额约占公司税后净利的 40%、60%。公司红利发放时间大多数按季度进行，每一季度分发一次一定数量或一定比例的红利。如果还有多余，公司还可在某一时候追加发放。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